希望说哈，这一次哈啊，我们的那个壮丽嘉年华能够隆重四个月，四个月时间哦。你看到刚刚那个我们那个副局长哈，一看怎样，我看怎样哈啊。那么我们每个礼拜五六日，那么总共有17周啊，从今天的8月21号到12月13啊，12月13，隆重有啊，这个17周。那么17周全部都有节目，而且我们礼拜六、礼拜天全部都是从下午2点半开始做到晚上，整整有6个小时的时间，节目都很精彩。而且我们每个礼拜天每个月的那个啊礼拜天，总共有4周都邀请到哈啊知名的那个啊歌星，请高凌风啦，因为咱那个副州较无咧看，你较唔知噶，讲李佳良哈，汪大同啦哈，小鱼啦，所以说这种啊有一些偶像歌星啊都会来到现场跟大家面对面的接触啊，这个最主要就是讲吼，要希望讲吼，咱这块啊那个盐埕会使讲吼繁华再造啊，希望讲吼，咱这下迄个乡亲时代，尤其这下老辈吼，哦，即几天啊咧问我讲，这是要办啥物，大家拢做欢喜的啊，当然嘛都爱吼，咱这下好朋友，咱这下市民吼，大家来共襄盛举吼，啊，这今天拜托一下吼，啊，这是最主要最主要的一个啊，那么好的那个跟大家吼报告一下，那么今麦过来吼，先来啦。哎，你最主要咱后边节目够足济吼，但是你也知道，其实咱这个案吼，那么希望讲吼，会当讲吼，再造这个啊，这个我们的盐埕区。但是即摆即阵吼，你看报新闻报纸吼，啊水灾吼、震灾吼，大家吼都是有钱出力，有力出力吼，加油！当然，咱今日吼直接吼办这个活动，但是也是刚好有一个啊，能够出一点小小的力吼，咱来这一次。